潜到游戏安装的词典里面，然后像我安装在这边，我就像这个是主要程式，我就复制，复制的时候可以就跳出来，跳到前面一页贴上，这边有一个贴已经用好的，然后我就再把它用好复制好贴到贴上，是这个名字，你后面。改，像我改零四，改零四之后呢，这边有用好的码，那我就看我要开零二，到按进去按这个，一定要按这个开，这个才会开成功。然后像下面这个是原本的，就是这个程式里面这个资料夹里面的。那你就按，就会两个开成功，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那如果你要三开啊、四开啊，也是一样，复制，跳出去，跳到前面一页贴上，改名字，看我是会放回去啊，然后再放回去。啊，一样进来，按这个开启游戏就会成功了。